我要先打招呼嘛，大家好，来打招呼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Energy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来拍《酷盖爸爸》第二季第三集的 React Video。简单来说，《酷盖爸爸》的主角是 Damian 跟杰里，他们是一对男同志夫妇。我们今天是看《酷盖爸爸》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没错。酷盖爸爸还没有进状况吧？我才刚讲的。他们两个有一个小孩叫凯凯。嗯，然后呢，第一季的结尾是结在一个，就是有一位不知名的青少年出现。嗯，然后后来第二季的开头就发现说，这个青少年叫 Jimmy， 他是 Damian 在美国跟前妻生的小孩。大家的名字都这么拗口。哎、欸，我刚刚觉得要讲哎，我是 Jennifer， 你应该是 Serena 的儿子叫 Jimmy， 你应该是 Jennifer。Jennifer is me。重复了。第二集结束在就是换这个前妻也跑回来台湾。看直接反应，当薪水小偷哎，真的哎，可以让我开始吗？我开始了，好，你好，来，你看，小妈妈挑了一些衣服，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？你知道那是谁吗？知道。钢铁人，不要，不要，钢铁人那么帅。那这个星际大战，不要，星际大战。通常会想对啊，通常会想要给 Elsa， 给女生不是都是给一些 Elsa 或者之类的吗？对，一开始初步应该都是先 Elsa 跟公主开始啊。对啊，如果他觉得 Elsa 太可爱，不是他的 tone， 他才会说我要钢铁人。但他一开始就给钢铁人呢。好期待啊！他说什么？大妈妈，我。他真的想要 Elsa。 蜘蛛人，又一波，欢迎光临。他真的穿的哎，凯凯，我觉得凯凯很可爱。对，那我们来玩这个吧。啊，这是 Elsa 的吗？亲耳有点像。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称赞女生漂亮，然后 Mad 想引起关注，就想要穿女装。真的很漂亮哦，我觉得，我也觉得，还有表演欲啦。你们不是常去看音乐剧吗？就唱歌啊。等一下，称赞女生漂亮错了吗？对啊，这个问题不是在探讨就是性别刻板印象，只是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子变成什么样的人，就会把自己的一些观念加注在你身上。他刚刚那样讲，我整个以为他哦，他是弟弟。他是弟弟啊。啊 ，Mate 是男生。Mate 是男生，生理男生。哦，难怪他刚前面就说他钢铁人什么那个哦。那在真实世界里面，他是男生出演还是女生出演？也是男生啊，太酷了吧！所以是我们先入为主，太早破梗了。没有，是我们先入为主哎，先以为他是。我们刚前面还在笑人家哦，你看我们真的是打脸声打了多大，糟糕哎，这个很太糟糕了。而且重点是他穿女装的时候很自在，完全不会害羞哎。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正要进去这个话题，我太早把它切开了，好不好 ？Amy， 可是我看 Mate 跟凯凯私底下他们也会玩拔枪游戏耶。我要先确认一下，我们可以用十八禁的角度来看这部片吗？对，而且杰利还说 Mate 玩枪的时候很 man。你这细节，他玩枪都很 man。只是我爸妈他们今天问我，凯凯是谁的小孩？凯凯是用你的精子生的吗？所以对他们而言，他不是我的小孩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他们爸妈很矛盾。同性恋要被接受，就是突破传统的一个很大的门槛。他们接受了同性恋，但不接受，就是孩子是不是自己的血缘？我可以理解爸妈的那种心情，但我可以接受领养。那我们来问你们三位好了。好。如果你们今天都是跟同性的结婚，然后你们今天决定要生一个小孩，可是不是领养，那你们会介意说是用自己的卵子精子，还是说对方的卵子精子？其实我会希望用我的，我会看谁比较聪明。优生学的考量。对，如果你认真考虑之后，觉得真的想要生一个小孩的话，好期待啊！我愿意让步，不过没那么快，得要好好计划。谢谢阿公，那可以一起回台北了吗？
不行啦。我觉得这个拥抱，嗯，很赞，现场看会更赞。是刚那个揪一下，然后再抱。刚刚没有揪一下啊？有。屁啦！刚哪里有揪一下？刚刚就只有。有。我在看这个不过瘾，我想要看现场的。两位男性可以帮我揪一下吗？摄影师也是男性啊，看看高瑞爸爸。好棒哦！摄影师也是男性，各位粉丝是在等着你。我想要看现场。我难得觉得就是可以，就是揪一下，然后这样抱。我们要不要最后先把这个看完？没有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要看完之后才要说哎、欸，才要做这件事情哎、欸。我们可以再谈啊。棒，等下结束。好，让我有一点心理建设。好，好，我是需要让你有什么心理建设？我先想好大家怎么样亲最好，你会最舒服。好看，谢谢老公。那等一下可以这样亲，然后说谢谢老公，然后抱一下吗？你现在是导演是不是？你要付钱以后我们付钱让我们演是不是啊？快生气啊！很怕热，然后很容易起疹子，所以你衣服不要给他穿太多哈。然后、哦、这个是他睡觉一定要抱的母咪，你就是睡觉的时候跟他讲咻咻抱咻咻抱就可以了。怎么样？不能找我们做 react， 我们都会想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我们两个都做前面的，这家餐厅真的很厉害，疯狂排队又好吃，对，还像吃东西边请花边吃光。停停停，没关系啦，学弟，这样不行。这个男生晚上在花莲有访过啊？真的？啊？你说这个那个警察吗？左边的警察，挑那个啊，肚猴子吹火锅的那个，就是他。其实我拍过蛮多干片，星星窗，然后这边吹火锅的。就是他，应该是吧？他看起来很眼熟，好像是他哎。Man，凯凯，凯凯，同志片的八点档，同志世间情。等一下失忆。他刚刚有飞进去，飞出去，但他没有飞出来。你还好吗？医生刚刚来过了，说观察了几天。我看我今天晚上过去接你回来好了。不用了，你去忙你的，我真的没事。你这样子，才会让我更忙啊。你乖，听话好不好？别让我担心了。等一下，可不可以拍对照？你乖，别让我担心了，快一点。我这段跟接吻，你选一个。接吻。小公，这谢谢潘爸爸。我刚路过你们家水饺店，发现今天没开，后来问了隔壁老板娘，她说老板儿子出车祸，所以我就赶快赶来了。啊，短短。几分钟的几小时，小高啊，就是跟以前高中的时候一样帅哎，都没有变哎。谢谢潘妈妈，那我们先出去，你们两个聊啊。好，等一下留下来吃饭呢，小高。好，嗯，好，你们聊。他是小三，也不一定吧？不是吗？来了，正常来关心一下也很来关心。来了，我希望等一下会有一些我要的剧情。对了。带了你的最爱啦，他知道他的最爱是什么？千层蛋糕。啊，他们不是在第二集就演说他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啦？到了，他是小三。确定被我骗进去了？不用了，太暧昧了。你说他想当小三，他是小三。他是小三。如果你工作中有任何不舒服，记得随时打给我。No， 他想当小三。很暧昧。左边的弟弟，左边的弟弟有在对吗？怎样？他玩，我也是。他玩跷跷板的方式很不对吧？我也是看到这个小惊喜。这里，幼稚，怎么在想什么？我今天休假，而且刚好没事。嗯，而且刚好就交给你喽。他们喜欢玩抓小鸡，他的 hand 非常的抓到了，浓鸡，浓鹰抓小鸡，凯凯，大家哟，小高，
谢谢你今天陪我带他们，不好意思把你拖到那么晚，很累吧？不会啦，我自己也没想过我可以陪小孩子一整天呢。你下次该不会就不接我电话了吧？有鬼！怎样？我刚以为定格。来了，要来了。No！ 小姐啊，凯凯 ，Mate， 凯凯 ，Mate， 起床喽。说不出口的，不能说出口。很累啊，要回家。不行，这样不行、啊。说不出口。讲不出嘴，搁有囡仔在看。讲一下心得，简单的心得。我觉得在制作质感上有比第一季很明显的好很多，提升了。对，提升。这次我觉得编剧跟导演下了一点功力。说真的，要把《酷盖爸爸》第一季的东西，就是在往后延伸第二季，它是有一些难度在的。毕竟这个议题，它就是你知道，嗯，就是它其实收尾已经收的差不多了，但是竟然会渗入第二季啊，我觉得是。因为他第二季讲的东西，如果你是身为同志，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，对，就族谱。我也是想说，第二季的编剧应该花了很大的力气，嗯，因为一般我们也因为一般我们因为一般我们也不会想到这件事情、啊，就是想到腐女们来吧，要吧，揪心的地方要吧。外面在下大雨，天空都在为我哭泣。那如果要你选一段要 Gary 跟 RJ 来重现的话，你会想要选哪一段的？谢谢老公。干嘛？来啊，来闹！哦。啊，孩子看戏。这根本就是一个录很久的局吧。我 OK 啊，来啊！我想要当 Damian， 谁是 Damian？ 你想当什么？我想当 Jennifer。讲手部，赢的当 Damian。好，好 OK。啊，我要赢！Damian 就是没有台词，对，然后Jerry 要谢谢老公、嗯，然后要是李青上来，就是Jerry， 你想不想当 Jerry？ 来吧，剪刀石头布 ，Yes、欸。可是我现在嘴唇有点干，因为背景很白，所以还好。喝水没有用啊！少女的尖叫，好刺激啊！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。因为 我平时跟他就是会就是我们就是会垃圾，因为我们两个平时就是聊天聊得很开，然后也玩得很开，所以其实我也抓过他的，我就有一次这样抓，然后他也是我已经抓过他的屌了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已经紧张到语无伦次了。我是说真的，就是我们因为平时互相玩的时候，我会打他的屁股跟抓他下面，可是我们真的从来没有这么近的，对。讲过，我不敢转过去。我不怕，我不怕。不用再，不要叫我这么，冷静，冷静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想想着为了工作，为了工作，又没有加薪。冷一下就过去了，冷一下就过去了。红啊，跟你亲多棒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过来。他吓红的。好多人知道，我面对着他们觉得好恐怖。我要三二一 ，Action！ 谢谢老公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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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是有点吓到，就是有点紧张。好，来来来，好，三二一，走。谢谢老公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 React Video 啦。接下来酷盖爸爸第二季每个礼拜一晚上九点都会在嘎嘎乌拉拉上面，大家记得去看哦。哈哈，太 original。